欢迎在地学校同学们的演出。观众朋友们，尽量帮我们坐下来，请尽量帮我们坐下来哦。待会我们希望可以全程让大家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观赏画面，所以邀请现场的朋友们尽量帮我们坐下来。好的，也请大家呢都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呢即将在下午3点钟，我们就会正式开始我们今天大家非常期待的橘色恶魔席卷高雄。那也欢迎大家都可以透过我们现场的3个大型荧幕来收看我们现场演出的全程广播跟直播。你好，帮我们协助分享哦。那我们今天在现场，我们直播团队将透过至少7个镜位。